今天我要和我的好朋友去玩一个游戏，这不是你家开的吗？你不知道，戏精学院，戏精，来批上两个字，戏精。您看完我画的脸谱，再来盯着房契的价格，怎么样？好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这乃是我哦，不妨解释一番。从海外学来的最高本领，如果你把这幅脸谱挂在这上面，那你这文采坊的生意会越来越好的，这个技艺可是不得传的。哦，是吗？您看这杂乱无章的眉毛，这乃是世界整个金陵城都没有的美学。看这眼线，立马把眼睛放大了好几倍。看这腮红，看这鼻子，这鼻子长得甚是奇特呀。是啊。还有这头发，知道这是什么合意吗？空气刘海。哦，可是传说中的空气刘海。是啊。这样吧，给我唱个小曲儿可好？桃叶尖上尖，柳叶就遮满了天。在其位的这个明阿公，细听我来言呐。